小法师，你给姐录一个吧，很少看到七月这样。东北虎麻对，妈呀，他一口都没吃，这个更傻，这个一口都没吃，为啥绿色的眼睛反光？光的问题。这真生气了，快快快录屏，家人们快录屏，这绝对会火，绿色的眼睛加上这凶狠的表情。刚才那个你们录屏了吧？那个绿色的眼睛，他一口都不吃，他是不是习惯吃那个独食了？因为他妈前两天不是给他买的那个肉，让他天天就是单独吃嘛，他习惯吃独食了。你看，四哥吵架了吧？哥哥生气，哥这是跟我生气呢，这是给我脸色看的，这是打我脸呢。